猫咪不停地叫的原因有好几种，首先可能是猫猫正处在发情期，一般猫咪在进入发情期后就会不断地叫，而且叫的声音较为凄凉。主人可以给猫咪配种，如果没有配种的打算的话，建议尽快给猫咪做绝育手术。其次，猫咪刚到一个新的环境时会因为陌生而感到非常的不适应，此时猫咪就会不断地叫，主人可以多陪猫咪玩耍，促进感情，让猫咪适应新环境。也有可能是因为猫咪生病了，此时猫咪的叫声会比较痛苦，主人可以判断猫咪是否生病。主人能够判断猫咪生病或者无法判断，应该及时带猫咪去往宠物医院治疗。